咱这个语言类节目怎么办呢？一块儿都不想，就是认真的在想。咱四个一个有主意的都没有。咱这样，先把这丹姐这落到实地上，咱得是真的往上想了。来，丹姐第一句，喜剧明星数他行。然后什么春晚常客，春晚常客受欢迎。哎呦，有才华了。要问我们夸的谁？蔡明。丹姐气死了。那咱说的时候就都得奔他那，就得那什么了，那意思了，是吧？啊，对，都是看着他。对。我觉得咱就这个逻辑后面就没惊喜了，是吧？其实反正也行，咱就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。对，你自己要求太高了。要不都按这个框架写，要不说一位桃花坞颜值担当，完了靠长相进来特别帅，完了就是说张翰。行，就是别的都是反着的，这一个正的，要这一个效果。他哦，你的意思这句也是反的？不是，这不大家会想到我，提起帅当然是想到我了。那没了，那完了，没有了。那你说杰哥咋写？我觉得杰哥啊，咱这最后第那个半句应该是啊，咱们几个就开始唱了啊，真不错啊，这可以，就不能是说词儿了。男人四十一枝花，什么那个苏打销量全靠苏打销量全靠他，行，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苏打扔出来就太有点重复，不是，我觉得还行，因为咱最后是啊，咱最后是唱嘛。咱先这样写了，完了咱再写到后面再往回找。对，先这样写啊。节目还是或者咱就是反向思维，他们都觉得咱们整一个好笑的，咱就整一个贼垮。那你早这么说，那太容易了。咱就上一段热舞，我发你那个 Trouble Maker。哎呦我去！哦，你俩 Trouble Maker。我可不跟你 Trouble Maker。咱俩也行。你俩我给你当当当 Trouble。我这。我这不来了，不来了。这段真不错啊，咱真的，咱四个来舞蹈串烧，就是那种，然后每一个就跳十秒。哎，串上每人都对，每人都有。没想到没去四角天鹅，还是得跳舞，躲不过了。那我还是去四角天鹅吧。不是咱这个啥，咱这个介绍的时候得给他铺垫一下，咱这是创新形式的三句半，他们万万想不到是歌舞表演加上三句半。对，全都有。那咱就定了，三句半和舞蹈。咱把三句半写精彩了。对，桃花坞里真是好啊，男男女女真不少。要问关系怎么样，好了就差不没事，还是社会很单纯呢。我觉得潮是社会很单纯的。社会很单纯的。这样想适合啥呢，就咱整个就是那个就当时写潮 CP 这个。对对，就还是。就写潮 CP 的本儿，咱这两个人的本儿跳潮。对，那你就写老潮就社会很单纯吧。对。我也很单纯。Okay, 他的是。我行吗，我看看。这是我四点不对，我也不会顶胯，我也咋顶啊？一会儿你教一下，教一会儿教舞蹈。行，那得找镜子了。那车厅呗。